整个就干。我刚当时跟残羹说，我说你要把我放出来，我得给你下跪。给我谢谢您，谢谢你。你好，你好。因为我一直在幕后，我没有真的做很多具体的事儿。我是基金会的会长，也是专业学院校委会的会长。幸会，幸会。您您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活动能够如期举行的，大家都很高兴。你看他们的评价都非常高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社会反应也非常好，水平也很高，所以我很开心的。要不是你帮忙的话，就不能这么说，因为也是这个大家需要的，对不对？后来好几个团都没办成嘛。那个我妈岁数有点大，身体不便，我就替她那个，请收下我的膝盖啊！哎呀，你开玩笑了，你开玩笑，不能这样，不，这样的别人看着不像样子。没关系，这个不可以这样。不是我站着这个身高跟你这个差别也差不多，其实是。反正一样，我有什么能做到的你就别客气，做不到就做不到，做得到我一定不会推脱。你也知道，在你之后就有也有一个团就来找过我，我当时就跟他很坦率的说，我说我没办法。因为这样的事儿，这样的魄力很难再继续往下，可能做多了也没办法做的，所以就很坦率告诉他的。他们也是因为时间来不及，还是有别的原因。他给我的更急，他今天告诉我明天就要拿签证，后天就来。你说怎么可能？这个没办法，你总要给我一点时间，对不对？我也得起码跟别人说明是个什么情况，还要了解信息，他的护照号码呀、申请号这些信息什么都没有，那怎么做嘛？所以你起码给我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，我就来做，对不对？就方便一些。这样我催起来也有个理由催的。你给我一天，别人听起来也没办法给你。所以尽力吧。你救了我们的音乐会，我们能一起合张影吧？我们正式合张影可以吗？